六月四日十七时，城南骑车沿凤山区青年路二段南往北直行，见前方部有鸟枝掉落于车前而刹车停下，后方同向的骑士杨男刹车不及而追撞前车车尾，造成杨男左脚擦挫伤，警方车位现场并实施酒测，均无酒精反应。事后该鸟枝为城南带走，说要带去看兽医，少有无晶片，已另联系事主。凤山分局呼吁行车应注意车辆周边状况，并保持行车距离，才能因应突发状况。